我有吗？嗯，有啊。那是刮痕啊。刮痕？没关系啦，录不到的。我刮到了。没有，我们的 GoPro 的那个镜头旁边的四角形本来就有一些刮痕。要穿起来了吗？先不用吧。小腿好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本日はノーロープウェイにお越し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客様にご案内申し上げます。ロープウェイ山頂線、これより営業を開始いたします。ロープウェイ山頂線、ただいまより営業を開始いたします。どうぞ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せ。本日はノーロープウェイにお越し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ザオロープウェイ山頂線、これより営業を開始いたします。这样我就应该都不会搭什么大牌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跟别人分开。嗯。啊，他回来了，为什么还不快？他要先点检。那只要开动才可以来这里开门吧。嗯。车停住了，啊，进站回来的了，哦，进站不是停住，那是第三班，再转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横倉第一リフトです。第一リフト、ただいまより営業を開始いた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ご利用ください。どうぞご利用ください。来看一下我们上面写什么。写什么？写那个啊，时间啊。他好像会，他好像说他会秀那个时间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嗨。嗨嗨嗨嗨。これはこっちにかけるんだ。はい、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。他说倒一点。怎么叫倒一点？他凑的人数。好像是凑的人数。他说。站了十分钟。嗯。我刚有看。嗨。哦，还很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手空，右脚我手空，右脚一直很酸。更高了，更高了。怎么更高？肌更多啊。可是我那么大，而且我弯下去脖子会痛酸。不要玩了，玩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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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得到有多少人冲上去？这已经第三班了，嗯，然后我们还在这，没关系啊，算了，安全，安全。嗯，看这里，有线吗？没有。他们哪里来的？这应该是三里站第一班，从百万人过来的话。是哦。对啊。大概到脚踝吧。
怎么都喷起来了？脚踝。好了，黑鸡，黑鸡，黑鸡。看你这边急着要去黑鸡，因为就这么一次机会。我要小心一点，我只会滑到黑鸡下半部、啊。我不要再摔倒了。我们只有黑鸡下半部。我上半部摔的吗？对啊，你是上半部接下半部，上半部的一半的接快要到下半部了。都已经轻松了，快平的时候。就不知道，我从从在平的地方说，你看塞满满，你看塞满满，哎呦喂，好。要修哦。太满了，太满了，好危险哦。充满了雾气。急死了，不要，慢慢走就好。现在因为现在的感染等级是百分之一，就是你在路上100个人会遇到一个。以前的话大概是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五。我说现在感染量太大了。对。现在就不只要小心的问题，还有那个几率，几率已经上升了。嗯。脚麻，脚麻，脚麻，来动一动，动一动。嗯，所以今天就是肚子饿，破12点整吃饭、目标1点回去。回道旅馆，但是我们的票可以到1点哎、欸。对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安心的啦，安心的，就是都可以坐车啦，完全的安心，不用勉强啦，对，不用勉强，都可以坐车。就是 sunrise 硬要滑一下也可以，坐一下 sunrise， 就是到了旅馆旁边觉得啊，好坐一次 sunrise， 那个我没坐，哎、欸，有坐过一次啊，还是没坐过。我们第一次经过 sunrise 就给他。切去中央了，对不对？过了那个桥，好像忘记了有坐过吗？好像没坐过，我们没坐过。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早上，可能把所有的线都再滑一次吗？今天一个早，不大想去大森。哦，大森，你说太推推了。嗯，大森不推。我想一下，大森。大声还可以，大声还可以。它完全没有办法滑，它会倒，它不止反弹感会倒。它又要横又要直吗？嗯？不直的根本不行，雪太厚了。它站起来了。不，它不行。好看，它还是想打横的话，就会摔倒，因为雪太多了。嗯。但是它现在的心理速度。然后他现在直着了，他现在直着站着滑下去。嗯，他一打横他就摔倒。哦，疯。所以现在是不是要往右边滑？直接坐。哦，坐那个。坐那个饭店旁边的。对，我看我现在搞清楚了。接27，然后再接28，28滑去黑鸡。很忙。几乎都在坐缆车。嗯，对啊，那这样跟上越国际有什么不一样？啊啊。啊啊，很粉啊，有什么不一样？目前为止坐到最快的缆车，上姿台没有、啊，我觉得是旁边。我们错了，我们今天去换上姿台可能比较好说。四人坐上去哈，四人坐上去，然后那一片那个斜度，你可以滑到粉雪。来不及了。嗯。是啊，所以现在下车往上姿台滑啊，哪来得及啊？今天就是既然在这，就是要滑黑鸡，把黑鸡滑掉。还有就是上姿台那边旅馆比较多，所以那边人也很多。对对对，所以可能黑鸡还是比较好。嗯，好。对，万一有下次，我只是觉得那台缆车很快，对，突然往前冲，超快的。快归快，但是可能人也多。但它快啊，它运量大啊，它一次就运量大的意思就是说。在你滑一次的当中，又有一大堆人也来滑了，满地都是人的问题。对，然后就一道都没了，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好了，还是赌黑鸡。穷啊穷啊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完全没有任何痕迹。我就怀疑这一块是不是雪道不压的，只有它的雪道其实是两块，中间交错的地方不压，所以才会看到之前的这种。哎，好，走，加速一点吧，
没有，真可惜。这台是不开的，那个是人员呢，他走路走去哪？要开吗？这台还要开吗？三个人呢，他们难道要开这台吗？台不过我不知道这台去哪里，他们去上班了。可以这样临时开25，而且那里还有票亭呢。也许他们是8、9点的车啊。是没错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台之前我们没看他开过。嗯，没看他开过吗？没看他开过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是第一个上来的人呢。你这只是推走了。对啊，那就算了，就走这吧。那就走这啊。但是也很难走哎、欸，不够斜。直直朝下。没有。求速度。有的右转就右转。有点斜、欸，然后去撞。不斜不斜，太慢了。很慢。雪，而且会突然减速哎，有够多的啦！你要拍脚了，那只用眼睛看就好了。刚好我们又第一个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はじめ。他们还在买票，我还想说，我想你怎么插人家队？没跟旅馆买，不是啊，跟旅馆买也要在那里换票。哦，也是。雪啊雪啊，结果大概到比脚踝还高吧。结果你住这间大概9点才能开始滑。啊，原本。我说你住这间，然后9点才能开始滑，因为这间这个车9点才开。我们现在是现在已经9点了吗？应该，因为我们是8:50上车的。哦。不然还要等个5分钟。还好他开了，不然就觉得很亏。他应该要。你是说，那你在那边喊说还没开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想说啊，不是那边再来一次吧？幸好现在时间有接上。接27那一段也是到膝盖，不是到膝盖，到脚踝。我刚好转下，你有转下吗？转下，我没有用头，我用眼睛看。哦，用眼睛看一样吧？一样啊。我头就低着在看我的脚。都是血，好臭，好多，夸张哦！上面血这么多，预报下雪，它就下；预报不下雪，它也下。它还是下，什么样都下。就算不下雪，风也吹一吹。所以藏王去年也有惨的时候，好像说前年也有惨的时候吗？你说哪一种？我们去白马惨的时候，它还惨吗？还是它不惨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我不知道。不过那一年好像又是同时扫雪。又同时有虫，嗯，有虫，他是说2016，那很早了，2013开始。但是我在注意要不要来藏王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消息了，好像跟我们那种很少雪的那一季，然后那时候也有灾情。
想看。嗯，好吧，综合评价，来这里花的交通费跟住宿费比较高。哦，但是雪，但是雪很好哎、欸，但是松雪率，松雪率比志贺高原高很多。来拍一张，今天回家了吧，路都拍一拍。那我看一下高破，没事，你看一下我的镜头前有那个水珠没有？没有，很好。太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没错，很多路。小小的、慢慢的缆车车。嗯，综合评价，费用稍高。人的话跟志贺高原差不多少，应该是说比志贺高原的人还少。因为少吗？一样是比一到五，一样是比一到五，真的蛮少。可是没有学生呢、欸。对，一来他这里没有学生，怎么没有学生？二来他这里下面也蛮广的。山形的民众不用学滑雪，所以如果求粉雪的话，应该说志贺是不是有不少是大阪来的？比较近，山形太远了。志贺哦，嗯。志贺长野那个从大阪过去还可以，但是这里太远了。应该说，还是说今年，还是说东北一带自己雪场就很多，大家不用特别跑。还是说，我觉得今年是特例，今年是粉雪年，所以可能并不是说这个雪场这么粉。没有啊，志贺也很粉吗？志贺，我们在少儿山滑。接近东莞那条线也很粉啊，只是去刮的人比较多，而且我们就只是找那个。哎呀，他那个东莞我滑得很紧张哎，还好，我觉得网扣太紧了，脚好痛。要动一动。啊，十公分啊，十公分，比我们第一天滑黑肌还松，一整个晚上加早上。不知道他们几点压的，压了之后盖上去的都算。我看一下隔壁，你觉得就是有人在检查雪道柱子，应该是吼，这个的比较辛苦哎，检查这个道的人。哦，你说这也是走下来的人？对，应该是他，因为他都要绕着这个柱子走。那个开了吗？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我们的二期啊，嗯。呦呼就一个接一接上去，去去，挖不到了，你可以吧？可以啊。我们做到了两个第一班。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前面有人？啊？前面有人呢、欸？那就是工作人员。对啊，他有任何装备吗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没有，不过脚会很滑。没有，他下去以后就好了。他在前面小跑步。所以我说这个很辛苦，他走大跑坡哎，好累哦。这个他雇的这台缆车，他走路很累。嗯，他大跑坡，我跳舞跳。刚那个就比较轻松，就平缓的。嗯、有太阳的感觉，那一面有亮亮的感觉。你二七应该是二八坐着斜的滑过去，对不对？就去找龙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就说前面那段要推，我也不想推，所以就再做一段也划算。这是走路的痕迹。嗯，好厚哦。哈，
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阻力太大。哼。阻力太大，于是乎就拖了一个吧。哼。哎，我刚刚看你怎么两脚都没穿。哎，我拖了，我拖另外一只脚，这样往上跑比较快。多送我们十分钟，很大方，多送我们十分钟。这么精彩。嗨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哦哟，哎，人呢？我还要跟你讲说，其实也不用黑鸡啊，到处现在都很松啊，你该滑得很高兴。嗯。哦，签名时候到了。我刚刚把它往下走。然后我就直直滑，结果直直滑，我只能写完 J 耶，我写不到 U。结果我直直滑，直直滑我就没办法做我讲的那个，就是说，万一觉得阻力变大，我就踩的那只脚赶快松开。我没办法做这件事，因为两只脚都是松的。那就撑住啊！我没有那个心理准备啊，我没有屈膝。人呢？我没有屈膝应付那个突然间的阻力，我脚超弯的啊，我脚都蹲着在滑。对啊，我就想说哦，这个波没什么，我就直直滑就好了，结果就中了，就哇，大概这一面。哦，哎，你是跌下去啊？有砰，我没有看你，有砰一下，我知道凉凉的部分啊，凉凉的部分砰一下。啊，高破看一下，高破整个是踏进去的，哦，还好，那就好，那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是有水的，好，但是我说，我看一下旁边的头，旁边没有，旁边没有，那边倒的方向对，怎么？所以按钮那边都湿的哦，没关系啊，那个按钮本来就是防水的部分，盖子那边进口进，它全部除了，屏幕那边也湿湿的，哦，屏幕算了，我不能往后看，我不能再帮你看，除非你过来，我脖子太痛了，嗯。好像没那么多雪了。你说这里好浅哦，好浅啊！不是好浅，我是说现在下的量。哦，我说地上好浅哦，没有那么深。这谁的痕迹啊？啊，这断断续续呢，他是跳着走的。应该也是他们的人哦，应该也是，因为也是要。那脚步的距离也太大了吧？不知道。他是蹦蹦跳嘛，对吧？因为也是顺着杆子走啊。干嘛？每个都确认一下。你自己鼻子那边的血清一清。对对对，右边，左边。没有，刚你就没有摸到呗，凹进去吐出来。这个这没差，这没差，就让它在那吧。好吧，太天真了。嗯，今日学会，随时都要准备应变，不可小看缓波。本来就是我都是这种摔的耶，你看我摔还不知道吗？然后是停下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咚。我是直直的呢，不知道你怎么摔的。要做弯啊，要做弯，做弯我就不会摔了。我刚刚是想说，我就直直的去就好了。去应该也不会摔，要站好就好了。没有，就往前了呗。那黑鸡要小心啊！
飞机不会啊，飞机会在那弯来弯去，弯啊弯啊。这上去就看到百万人上，人多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？百万人上，人多不多？其实我现在先想的事情是说，百万人的能见度如何？刚一瞬间，感觉太阳很大，我看到一台缆车在那，所以百万人的能见度大概是隐约看得到旁边的树，但是看不到上面。我突然觉得很冷了。我还好。空空空。那你不知道还吗？他好像看他那个鞋，他十八号要去潜水，所以他不知道是不是不滑雪，冷死。对啊，我觉得潜水更可怕。我觉得潜水是设备出问题就是很要命的事，嗯，真的是要命，因为你真的就只靠那根管子要死，万一真的吸不到又干嘛干嘛的，好危险。很清楚啊，算清楚吧。这一层上半我猜不大清，这个在喷什么？喷血。除血。喷血。我要看那是什么机器。这种灰的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哎，虽然还没开始动哎，哇，你只能往下。抓几点啊？嗨。哎，我看你们的。他就说还在弄。好，先横场，哦，先好，很多人爱这样冲过去。是，
不行。不行，都乱七八糟的。啊？别被他们划走。盖住了、啊。
那不好啊，那我们去滑。看看。你要小心点。我知道。反正馒头对于速度不大的叫法来讲还好。对啊，往上看呢，大概在百万人的东段，现在的起步线，所以我觉得。果然还是去黑鸡山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黑鸡一翻这边，也会滑得很累，一样都滑得很累，不如去没去过的地方。不想去看看，好，那就去哦。对啊，就雾雾的去，没差。反正我们又滑不快，雾雾的，那我没办法。有人可以看着，这样也还不错。因为现在就搞不清路，不知道。很冷，记得。你看他们推到哪里才坐下船去？就前面有一个边儿啊。然后他们还没有打算穿呢、欸。雪场的边缘了，我就是来滑雪场的边缘。这条线就是雪场的最边边，就跟着他们去。到底多远？已经消失了，有好像还看得到。
只会来一次，因为你会说这要走太多路了。这里有一团乱乱的，走了，走啊，你走啊，就是我先啊、哦、的，这种雪要怎么滑才能轻松滑，妈妈？等到我们赶在这里直直滑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只要一边直直滑一边跳，直直滑。有够多的啦，我感受到码头了，有哦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落雪很多啊，对我们来讲跨不过去呀、啊啊、跨不过去，不见。对啊，我们就在我们滑的左右转弯哦、好大一个洞，我看到了，
い。啊？所以你要直直冲吗？没有要冲。好像可以在这里学习直直冲哎，好像可以在这里学习直直冲哎。我有在直直冲啊。怎么突然人都不见了？你有觉得人都不见？已经滑掉这一块了，用不着再来滑了。真的哦。这条就没有人要了。你不觉得人不见了？就不想再滑了。那人去哪里了？就去再找别的。嗯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呢、哦？我现在滑哪里都一样累啊。我刚滑觉得好累哦。有点酸。脚很酸呢。因为很紧张啊，其实也没什么好紧张，它都很松啊，就是不想倒，所以左右脚一直在那边蹲挣扎。我要去擦最右边的边边看还有吗？好，擦边边。你不要太靠近树哦。有没有人擦完？哎，布线已经下到那么低了。哦，你说都是雾的、哦。对啊。哦，脚真的酸呢、欸，受不了。酸、啊。好吧，滑吧，你要我先滑吗？没差，我是在休息，我脚。我也在休息。其实坐缆车再去休息，坐缆车休息啊。
坐缆车休息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太好滑呢。小腿是往后缩的那个力量，
道都叫乱雪。你现在才九点多哎。对，全部。因为每个雪道各有一些的盘坡。而且我这样也好，我们刚刚早上一早有滑到那些好厚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如果都不会，我们就都滑不到了。没有，都不会也滑得到。滑不到，我就不会走那个方向啊。等我们再下来的时候，就已经不是刚刚那个样子。对啊，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应该全面都被刮走了。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啊，想要拍一张它，哎，你帮我拍，来不及了。没关系，用看的吧。哎，就是我们滑啦。其实这个就是拉长版的三五郎旁边的、哦、还有就是加厚版我们之前滑的时候都被刮过了，那个厚度没有。但三五郎也要去啊，每一条都要滑。哦，这样今天要把所有路都滑完，应该也蛮赶的啦。我都要滑哦，好，每一个都滑。大声要吗？大声哦，你说不想是不是？其实大声那个坡度好大。但是不知道已经是不是已经被人刮过了，应该也都被刮过了。嗯，我就觉得别想。好像大声我没有要，我说其他的啊，然后什么恐龙那条啊，那条我不熟，你就带我去一次。恐龙那条不要啦，那条要推。啊，但我想要多滑一次嘛，让我做个总回顾，再搞清楚一次缆车雪道，不然我真的搞不清楚。我现在那就是仓浦岛一下车往右一直走路。到恐龙下面的缆车走上去，好，要走很远。我告诉你怎么走，然后我再有地址到了。很累好吗？不要了。没差那一脚，而且又那么雾。
城市。啊，走了。悉尼啊，还知道是个老人。啊，没有啊。
下看看得到多少。啊？你不要跑掉，要帮我拍。就说我要会在那里的。好好。
一只，多一只。还是这边，二七，啊？你是想要看我站在雪堆是不是？卡满了，我火又卡满了。嗯，好了。
你也是要整死你的篝火啊，你说跟我摔。不会啊，刚刚讲的话在雪里面没有声音，哼，还在里面的声音我听不到你讲什么。哦，不要，为什么？坐那个的话，人气很高。哦。坐那个要推半天，然后又要回到这里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我一个难受的就是早上坐的。早上坐哪个？早上坐哪个？第一班往下滑。那我就现在这样往下滑啊。是啊是啊，我只是来这边有休息。因为我是说要去做四人很快的那个，四人很快的那个。
走ろうか。